情况很不好。怎么？你们需要有个心理准备。我们已经下了病危通知书。屋里在这舒服吧？我快累死了。查的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打给方英那个电话是火车站旁边一阿 C 卡电话打出来的。阿 C 卡电话？是，我去看过了。周边没有监控，更别说提取指纹了。大勇，坐。跟你说点重要的事。我刚刚捋出一点头绪来。你发没发现？我们一直在围绕着绿园小区转，这个绿园小区可真是不一般。孙大柱，再到刘军，再到方英。他们都和绿园小区有关。孙大柱，有人要杀他灭口。刘军，有人陷害他为凶手。而方英呢，是我们本案唯一的目击者。其实方英晕倒的这个时机非常有意思。哎，你还记不记得前几天方英见到我们之后，她的反应非常的反常。她告诉我，她并没有看到杀人案，而只是做了一个梦。为什么要这么说？而就在昨天，她打电话给米朵，说要告诉我跟米朵一个重要的事情。她想告诉我跟米朵什么？而也在昨天，方英就出事了。大勇，我觉得这件事绝对不是巧合。
两位警官，他就是3月14号值班的保安，有话就问他吧。谢谢啊。好。我向你了解点情况。3月14日晚上到3月15日凌晨，是不是有一名观众跟你发生了冲突？3月14号到3月15号凌晨。哦，没错，是有这么回事。那天是我当班，我记得4点多钟吧，有一个男人出来抽烟。对不起，先生，这里不能抽烟。如果要抽，请你出去抽。我在和你说话呢，这里不可以抽烟。你干嘛碰我？啊？你干嘛你？碰我？你干嘛你？啊！你怎么打人呢你？我打你干嘛你？啊！你怎么能确定是4点？当时第四个片子刚开始放，应该是4点多钟。我这儿有些照片，你看一下，这里边有没有和你们打架？哎，好。是他，肯定是他。警察同志，我是有错，不过是他先动手的，主要责任是他，你们不能够光听他一个人说吧。你确定是他先动的手？是的，我们有规定，不能够跟观众吵架，更不能够打架，会被扣钱的。除非是顾客先动手，我们才能够自卫。任警长，没事的。两位警官，我们就是在这里发生的争吵。能带我们去看一下监控录像吗？好的，没有问题。请。等一下，停，倒回去。好，你重新放一遍。等等，就从这儿倒回去。好。停。目前看来，根据电影院保安的描述，再加上监控器上的时间，可以证明黄志开
两位老大，妖精又出现了。开，你找我谁？这儿，小佳，我爱你，求求你嫁给我。志开，我也很爱你，但是。小佳，我知道，就算是我走了以后，不知道哪天才会回来。如果你不答应嫁给我，我可能会有终身的遗憾。你先起来啊！你不答应我，我就不起来。我会等你的。再说，我可以过去看你啊。你放心。不管你走多远，走多久，我都一直会等你的。你先起来。我不起来。小佳，万一要是我回不来了呢？怎么可能呢？我真的没有做好思想准备。你再给我一点时间吧。小佳。你不是跟我说过，只要我把毒戒了，你就会嫁给我。我爸爸给我配的药很有效，效果很好。我现在连烟都不抽了，你还需要我做什么才会嫁给我？我马上去做。没有了，只要你把毒戒了，就够了。佳佳，我已经戒了。如果我们结了婚，你就可以来这边陪我一起办毒，这样我们就可以天天在一起，这样不好吗？小佳，我求你答应我。
答应嫁给我。是吗？太好了。李佳，我跟你阿姨谢谢你啊。志凯有你管着，我们真的就放心了。哎，叔叔啊，您真厉害！听志凯说，您给他配的那个药特管用，他吃了把毒瘾全部都戒了。哎，叔叔，这个药你应该拿去推广啊，应该会救很多人的。不行不行啊，正规的药品生产，它是很严谨的。它是需要经过很多道的审批程序，而后还要找志愿者进行实验，确定药顶之后啊，才能进行生产。我呀，是乱蒙的，碰巧了，我懂得点化学和制药的原理，其实这样做是很危险的。不过这药呢，它是因人而异，碰巧了，志开他正合适，要是换上别人的话，说不定就没这个效果了。原来这样啊。哎，美嘉，志凯跟没跟你说过他的出国手续全部办好了，而且签证也领了，我正在给他办理下个星期去温哥华的机票。啊啊，这么快？对呀，我是托人办的加急的。哎呀，他们刚确立关系，要不要迟两天再走？哎呀，我知道，可是人家的行程是早就定好了的，改不了的。哎，美嘉，你看这样怎么样啊？如果你没什么大的意见呢，你跟志凯商量一下，在他出国之前，你们两个把结婚证领了，这样我就可以集中精力办你的出国签证。你们看呢？这样也好。美嘉，你觉得呢？我也没有什么人可商量的，叔叔阿姨，你们看着办吧。行，既然这样，我们抓紧时间，一切按我们刚才商量的办，啊。我们也抓紧时间先把证领了，这样梅家也可以早一点过来陪我。嗯。哎，志远呢？怎么没看见他呀？啊，最近他一直在医院陪着方英。哦，老黄啊，嗯，一会儿我们再到医院看看去吧。好。嗯。你先回去吧，啊，这儿有方英他父母陪着，还有这么多的护士医生，如果方英醒了，他们会通知你的。志远啊，你已经好几天没吃东西了，方英现在这个样子，爸爸妈妈心里头也很难受，你就不要再折磨我们了，好吗？你们先回去吧，我怕英子醒了看不见我。哎，我再去看看方英。
基本情况就是这样，所以以此推断，我们认为妖精和浅草湖抛尸案有重大的关联。我同意你们的判断，妖精没有同意跟老狼见面，这都很正常。妖精多狡猾呀！我告诉你们，不到万不得已，这个人不会露面。我们现在跟他较量什么呢？耐心。可是周队啊，他会不会一跑了之啊？怎么可能？要走早都走了，为什么一直不走啊？事情没有办完。什么事情？这件事，我估计很可能就是浅草湖的抛尸案。没错，浅草湖抛尸案，现在又有了一名嫌疑人出现。哦，请进。周队，方英的检查报告已经出来了，来，忙去吧。怎么样？方英确实是中了。中了什么毒？琥珀仙丹碱。什么是琥珀仙丹碱？是一种肌肉松弛剂，药物进入人体之后，病人会出现恶心、呕吐等症状，随之而来的就是全身麻痹，并导致死亡。那既然是这样，当时医院检查为什么没有检查出来呢？这种毒药和一般的毒药不一样，琥珀仙丹碱进入人体之后，会被人体吸收，变成钾。我们人体本身就有这种元素，所以很难发现。王八蛋，你说冲我小女孩下这种手！来，方英那边情况怎么样？我已经跟米朵通过电话了，虽然脱离了危险期，但现在还在昏迷当中。梅姐，问你个私人问题。黄志开是什么时候向你提出的分手？3月15日，那天是消费者权益日，我记得特别清楚。那他说是因为什么？没有，他突然找我见面，就跟我说要分手。我问他为什么，他就是不肯说。哎，你问这个干嘛呀？都过去那么久了。志开的毒戒了怎么样了？挺好的，他现在连烟瘾都戒了。林教授给他配的那个药啊，特管用。他说他自从吃了之后，再也不想吸毒的事儿了。啊，这什么药这么灵啊？那当然了，人家林教授是谁呀？在化学界可拿过大奖呢。那是。蒲警官，你恭喜我吧，我和黄志开马上就要结婚了。结婚这么快？是啊，我也没有想到这么快，因为他很快就要出国，所以他父母希望在他出国之前让我们把证给领了。我呢也没有什么可拒绝的理由，反正早晚都要结的嘛。啊，黄志开要出国，那他要走多久？这个我还真不知道，应该会挺久的。是他们学校派他出去交流。那他有没有说他什么时候走？很快，就这两天，所以他爸妈才着急嘛，让我们早点把证给领了。
好像之前也没听黄志开说要出国呀。是，因为这次出国的名额挺难弄的，所以呢，林教授动用了很多关系才把他送出国，所以这事儿不能太声张。啊。哎。米朵最近怎么样啊？啊，米朵她现在挺忙的，方英这不是生病了吗？她就帮着方英的父母在照顾方英。方英这孩子挺好的，真是可惜了。雷佳，我邀请你帮个忙。什么事儿？林教授不是帮黄志开研究出了戒毒药吗？能不能帮我拿一粒过来？这个可以啊，那你要做什么用啊？你也知道，我这人对什么都好奇。既然林教授能研究出这么灵的药，我也想学习学习。不过你悄悄来，我怕林教授知道了，说这是秘方不外传。我保证，我绝对不会外传的，好吧？行，我知道了。那我现在就去拿。啊。叶玫瑰那边查的怎么样？人我是查到了，可很难这么快查到有价值的线索。这个女人的社会关系，说简单也简单，说复杂也复杂。她是大连人，在宁江没有任何的亲近的亲戚和朋友。可毕竟是做夜场的，接触的人这么复杂，有的查。那她的通话记录呢？在她的通话记录里面，有没有我们视线范围之内的人？没有。我们重点查了他出事前一个星期的通话记录，而且一一进行了落实，没有任何发现。有没有查过这个叶玫瑰遇害当晚的行踪啊？查过了，当天晚上他正常上班，夜里11:30下的班，之后就没有任何消息了。他的同事以为他是换了别的厂子上班，干他们这一行的流动性这么大，根本没人会在意。不行了，大东，你还得再仔细的去查。雁过拔毛，人过留声，我就不相信这个凶手没有留下任何的蛛丝马迹。对，黄志开马上就要出国了，大东，你多带些人。再多带一些黄志开的照片，去叶玫瑰工作的场合进行走访，问问有没有人见到过黄志开和叶玫瑰有过接触。千万记住，一定要仔细。OK。志开在一起啊？啊，没有，我一会儿去学校找他，我来帮志开拿点东西。哦，进来吧。啊。